月7日，娄艺潇作为嘉宾二次被邀参加杨宗纬老师的演唱会，歌手娄艺潇再次与宗纬老师合作演唱一首《凉凉》。这一次全新的演绎，娄艺潇略带清冷的声音和杨宗纬融合在一起，为这首歌赋予了全新的意义。粉丝纷纷称赞称太好听了，为你们疯狂打 call。 而恰巧4月4日也是杨宗纬的生日，各路好友和粉丝纷纷献上生日祝福。4月4日，娄艺潇发微博说，又来给宗纬哥当演唱嘉宾了，一起聊音乐真的很开心。我不会告诉你们，第二张自拍的时候宗纬哥在画面外比耶，简直蠢酷。晚上演唱会一起加油哦，台上见。还有生日快乐。娄艺潇做了几次嘉宾后与杨宗纬关系不错了，两人的合照也非常有爱。娄艺潇一身休闲简洁的打扮，全身衣服的配色就三种，堪称基础款女孩。杨宗纬则比较潮，掀起卫衣，个性十足。娄艺潇真的很贴心，知道杨宗纬身高尴尬，合照时故意站前面倾斜身体，这种让杨宗纬显高的方式可以说是很贴心了。